我喜欢的话，还是学生时候最单纯。你还记得高中时候的那个吗？他现在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不一定认识。大家好，我是谢石。您觉得您和我一个高中同学特别像，所以我就来问一问。你觉得我是吗？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，认不出来正常。招待不了了，这样我安排小许。小许晚上请江总监和英明吃饭。爷爷有事，我先忙。错了。既然大家都有事，那江总监，走吧。到了城里边就不好。你是左撇子。忘记他长什么样子，认不出来正常。原来真的是念念，我知道怎么拆穿现实，特意给你带的。我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，你看我都拆开了，你要不尝一口也行。下次买个好点的耳机。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真的。我们在公司就是那个帮帮忙。我可不想。你先回去吧，我女朋友要生气了。走啊，大总监。此木未必之夫。现在看来，他们俩分明就是老狐狸和小狐狸，家都能有自己的意外之喜。大家从未料想过的东西，今天可能都会在 LIKE 出现。只看过了，这种东西要记录下来，来看一张。许木了，除了进门第一个人，他还要去抱一下。怎么有两个江总监？你要抱哪个？抱这个。只要看到我们在一块儿就乱叫。这两天我们俩尽量少在一个空间，等他们新鲜感过了。哎，你那是新男朋友吗？怎么没一块来？我听松哲说，这么多年来你都是一个人，脱单挺不容易的吧？江总监。再来玩。是一起。我是他男朋友。
再收拾，明天周末，明天晚上做。第一次跟男生同房。哦，不是，是合租。魔方好乖呀，姐姐最喜欢小女生。老公啊。你有没有感觉现实变得很不一样？确实和高中的时候很不一样。以你了解，我们俩更好了。走吧。专一没学过，撞到人高兴怎么学过？骗子感情，他拉所有男生的垫背。你好无聊，那遗憾的呢？有吗？有。谁告诉你我们分手了？压力真的好大，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你以为谁都能坐第一排？没有你的光环加持，我肯定坐后面去了。通过情侣的牵手方式就能看出他们的情感。真来呀、啊！还以为你跟你男朋友一样是事业型、干练型，没想到这么可爱，这么好看。这样吧，要不要江总？听说他要去国外。
江总监今天过来是想再找一个人，他快结婚了。明天我去领证。七点后就算迟到，包括七点。担心你被处罚是什么样，所以第一次学会了主动。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但这12年来，我一直都没有忘。